不起啊不起，噼里啪啦砰！从前有个可爱的小姑娘，叫小红帽。有一天，妈妈让她去给外婆送吃的。咦，小红帽的外婆住在森林里，她一个人去会不会有危险呢？嘿，有我们陪着，小红帽就不会有危险了。阿布阿布起，噼里啪啦砰！打开地图，看看接下来去哪里。妈咪哄，小红帽已经到森林里去了，我们要赶快找到它。森林，耶、，Let's go！ 糟糕，小红帽遇见大灰狼了。小红帽，去我家玩好不好？我家有好多玩具哦。可是妈妈说要走大路，不要相信陌生人。放心，跟我来吧，我家里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哟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去，我要给外婆送东西。外婆？你外婆住在什么地方？外婆家就在森林的最北边。真是个好孩子。这里的花开得这么好看，你可以摘几朵送给外婆呀。好主意，谢谢你的提醒。你慢慢采吧，我先走了。外婆最喜欢凤仙花、繁花、茉莉花，你能帮我采到篮子里吗？兰花、茉莉花、风信子。牡丹花、凤仙花，谢谢你，花采好了，可以去外婆家了。打开地图，看看接下来去哪里。妈咪哄，外婆家在哪里呢？外婆家就是这里。外婆，我来看你啦。进来吧，小宝贝。外婆，外婆，你在哪儿？乖宝贝，我在这儿。有看见小红帽的外婆在哪里了吗？小宝贝，你总算来了。外婆，外婆，你的耳朵为什么这么长？快跟我一起喊，为什么这么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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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耳朵长才能听见你说话呀。外婆，外婆，你的眼睛为什么这么大？跟我一起喊，为什么这么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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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睛大才能看得见你呀。外婆，外婆，你的手指甲为什么那么尖呢？快跟我一起喊，为什么这么尖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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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甲尖，抓痒痒更过瘾呢。外婆，外婆，你的嘴巴为什么那么大？跟我一起问，为什么这么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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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嘴巴大，才可以一口吃掉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大恐龙，大恐龙！打开地图，看看接下来去哪里。哎，妈咪哄，小红帽被大灰狼吃掉了，我们快去找猎人来救他。猎人山，我们快走。猎人先生，小红帽被大灰狼吃掉了，请您救救他。啊，大灰狼又作恶了，等我拿一下东西。我们要帮猎人找到猎枪、套绳和网。这是网，猎枪、套绳可以用来套住大灰狼。找到了，小半龙，你来带路，我们一起去救小红帽。大灰狼倒挺悠哉的呀。啊，猎人！啊，大灰狼跑掉了。看你往哪里逃！我们帮猎人选一件可以捉住大灰狼的工具吧。快点一点我头上的叮咚鼓，它会帮助我们的。啊！现在用网来不及了。啊！小红帽还在大灰狼肚子里呢，现在不能开枪。我们用套绳套住大灰狼。猎人正在全力追赶大灰狼，我们来给他加加油。跟我一起喊，快马加鞭，快马加鞭。哈哈，干得好。哦，还好。跟我一起喊，大步流星，大步流星。哈哈，干得好。哦，还好。跟我一起喊，眼疾手快，眼疾手快。耶，成功了。嗯，做得不错。太好了，抓住大灰狼了，我们快来救出小红帽。跟我一起喊，小红帽快出来，小红帽快出来。哇，大灰狼的肚子里黑漆漆的，太可怕了。咦，里面好像还有一个人，一定是小红帽的外婆，快把她救出来。跟我一起喊，外婆快出来，外婆快出来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外婆，太好了，外婆也得救了。大家说，这只大灰狼要怎么处置？啊，好心人，求你们放过我吧！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伤人了。好，这次就先放过你。如果你再敢伤人，猎人先生一定饶不了你。谢谢，谢谢。从此以后，小红帽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陌生人的话是不能轻易相信的。而森林里因为有了猎人的守护，大灰狼再也不敢作恶了。